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相信神今天要对我们众人，在我们的身份，在我们的角色，在你手中所经营的工作，在我们的属灵的事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对他的教会在说话。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九节，他说身上岂不是已经曾经降到地上吗？降下的是他，升到高天的也是他，他充满万物，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养的、教导的，我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功，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成长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二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给异教之风摇撼飘来飘去，却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在各方面长进，达到基督的身量。他是教会的头，全身靠着他，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照着每部分的功用联合 配合联系起来，使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刚才在我们所敬拜的诗歌里面，他一直提到说，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再次的来建造我们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长大，让我们真的是成为神祝福的这个器皿。我想请问，在我们中间多少人，你盼望你能够在你现在你最忧虑、你最担忧的、你最担心的方面能够改变成长的，多少人你盼望？举手一下。多少人盼望你手中现在所做的、你所经营的，你可以，你盼望它能够长大成熟，而且看见收获，不单只长大，它要成熟有收获。多少人你盼望？向神挥挥你的手。右手代表我们的盼望，左手代表着我们手中所经营的，你就这样带到神的面前，你用信心来相信仰望他，我们会长大成熟有收获。阿们。愿那我们的线上祝福你的话语，祝福所有的线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边说要长大要成熟，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说一，你身上，身上不是说先有降下来吗？不是先有降下来吗？所以呢，你知道，首先呢，你要知道神已经来到地上，为什么他要降下来呢？你必须，这里从经文里面看见，神降下来呢，是要赐福于我们。赐给我们什么呢？赐给我们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养、教导，赐给我们这一些的才干，给我们这一些的这样的智慧，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做什么？建造。让手中所建造的它能够长大，然后有收获。你看见神的属性，神的心意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绝对不可以只是知道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我们中间，他来到地上
我知道，当然我们必须首先要了解，要明白，神降下来，那个同工可以帮我的 monitor 放小一点，好，谢谢。神降下来，除了给我们天国的救恩，他在宣扬天国的救恩，带给我们拯救。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不能够只单单停留在一个门前的救恩而已，我们不能够只在一个水浅的地方。就好像你去到一个地方，你一直只是在 entrance， 你只是在一个门前，在那个地方呢，你只是在门外，你看到门了，你要知道，你看到门的时候，你就知道门的里面还有藏着很多的丰盛，藏着很多的这些祝福。如果你只是在门外的话，你没有进入到里面，你就没有办法经历，你就没有办法领受，你就没有办法得着。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单单停留在一个救恩的水浅的地方，我们必须要明白神所赐的，除了给我们救恩，我们今天从四面八方来，虽然下大雨，我们都还是来，我们不是只是来为了聚会。你必须要明白神所赐给我们的不单只聚会啊，不单只救恩而已，他所赐的还有什么？他这边说所赐的各个方面的才干，都盼望我们带来建造。所以我们要长大，我们要成熟有收获。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必须要有天上，我们必须要得到天上所赐给我们的，你必须要得到天上所赐给你的恩赐，你必须先有天上赐给我们的梦想，你必须要在神的，你必须要得到神从天上降下来要带给我们的那一个岗位，你必须要有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你必须要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膏，你必须要有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才干，那个智慧。你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神从天上给我们的到底我们要什么。这边说在教会里面有使徒，有先知，有布道的，有牧养的，有教导的，不管在哪一个岗位，不管在哪一个行业，你盼望不盼望你可以领导潮流，你可以带动整个经济，你可以写照个历史，多少人你盼望在你的行业，在你的家庭，在你手中所做的，你可以成为那个地方那个行业的那个最有影响力的人，多少人你盼望向神挥我们的手。你记得你举手的时候呢，不要一个手，一个把你现在手中的工作献上给他，好，带到他面前，你说哦，这个我要啊，就是这个现在 OK啊，如果是孔伟他是做生意的啊，在这个生意上面，在这个行业里面，他就是那个龙头老大，第一把交椅。你有没有天上赐给你的意象啊？你有没有神所赐给你的到底在你的那一个你的冷气行业里面，有没有清楚说我要在这个冷气行业里面我要做到怎么样，很有钱而已。你具体应该要清楚，在这里说建造教会需要有什么，需要有使徒，有先知，有布道的，有牧养的，有教导的。
现在你要成为龙头老大，天上给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要做最大的话，你应该要有什么人？具体一点想，在什么方面？如果你在冷气界里面你要成为最大的话，你一定要很强的 salesman， 你一定要很强的 sales marketing department，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有效的那个 installation 跟 repairing department 跟整个 service department， 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这个 quality 很好的那个品牌。从这里再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在小组里面的成长也一样，你说小组要成长，你有天上来的意向成长，这里就告诉你，你成长的时候你知道要有小组要成长应该要有多，应该有什么样的人在里面。哇，那个领唱的人会很好，那个吉他手钢琴手会很专业，很配合得到，他应该是那个分享就算上去做报告的，就算上去呢祷告的，有力，有吸引力，有能力，而且很短。那上去做报告的做哪个？天父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奉献来祷告。我们就是今天求你祝福我们的奉献，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你再让这个同工继续在小组里面用这种素质来服侍的话，迟早倒。今天神给我们看见，你必须要有天上的给你的这个梦想，你要看见说你要成为什么。如果你是在商业界的，你应该要有一个商业界，你应该要成为怎么样？我要商业界里面，我不一定要最赚钱，但是我要最有影响力。你要怎么样，你就需要怎么样的人。你今天有想过吗？我在家庭里面你要成为什么？为什么很多人不一定在婚姻在家庭里面有这个甜蜜幸福的收获？为什么家庭的幸福，婚姻里面的幸福，孩子里面整个家庭里面的和睦，为什么不能够成熟长大有收获呢？你应该要了解，你一定要得到天上来，天上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男人，就要做男人，真正的男人角色，不要男人不像男人，不要女人变成做男人。你的男人很不男人，女人不要代替男人做男人，女人你要帮你的男人变成真正的男人，这个是你的 duty， 这个是你的 blessing。你必须要明白，你要有上帝天上赐给我们的那一个蓝图，你到底要，你要长大收获要怎么样？你的婚姻要幸福美满，一，你要帮助你自己是太太的，你就做好一个太太的角色，不懂去问，不要等人家来告诉你而已，我做错了我不知道哦。今天我们鼓励所有谈恋爱的人赶快来找我们的领袖，我们鼓励所有结了婚的人继续的跟我们领袖保持联系，我们跟所我们要跟那些
今天在我们中间所有结婚很久的，你不单只跟牧者保持联系，你要成为我们牧者的帮手，去做一个辅导者。你要长大，要成熟，要有收获。你清楚有没有天上给你的？到底神啊，给你看见什么？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你看得清楚你要是怎么样的吗？我告诉你，为什么要先说从天上来？为什么？世界在神的里面。今天马来西亚的命运会怎么样？我们看谁？看我的首相马哈蒂，是不是？对吗？是不是看我们的首相？这样为什么要看我们的首相呢？因为现在在整个马来西亚，整个发展在他的领导跟他的发展之下，对不对？虽然他没有拥有整个马来西亚，如果现在马哈蒂他的政党120多席，他有110席都是他的，你觉得说他要做教育部长，他们还敢呱呱吵吗？没有人敢讲话。在他掌握之下，他越掌握越多，他又越容易带领，对不对？现在你想一想，你要在世界上面，你要在世界，要在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生的阶层，每一个人生的每一个人生的小站里面，你要在每一个关系层面，每一个团队里面，你要成为龙头老大的话，你要有影响力，你要长大，你要成熟，你要有收获，你应该跟谁？你要看谁呢？马来西亚只属于，都还不完全属于马哈蒂，我们都 depends 马哈蒂。你在世界啊，你要 depend 谁是吗？掌管世界的宇宙万物，我们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为什么说你必须要有天上给你的意象，你必须要得到天上所赐给我们的。因为上帝创造这世界，治理的权利给了谁？给了人。谁相信他的人？谁在治理全地呢？神你的吗？不是君王，不是财团，财团是帮助人建造治理全地。上帝用了所有的建筑家、建筑师、建筑商人、建筑财团，建造很多的房子，让上帝创造的人继续可以生存、居住、受保护，让他们有一天可以听见福音而信主。上帝安排了很多那些渔夫、农夫，很多的这些渔夫、农夫全部呢去抓鱼，去养所有的这些的鸡啊、牛啊、羊啊、鸭啊，去抓很多海里面的海鲜啊，就是什么？其实在帮助上帝治理全地的嘛，帮助上帝，因为还有很多人不是渔夫、不是农夫嘛，他们都活在这世界上，上帝用了渔夫跟农夫来怎么样？去找食物来供应这些地球上的人。上帝使用了很多各行各业的人，都怎么样？带给这个地方呢更美丽、更方便、更舒适、更安全、更快。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要长大，要成熟。
你要在世界里面，不管在哪一个行业，你的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婚姻，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服事，你都要来到这位天上的神面前，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各样的恩典，各样的怜悯。阿们。我绝对相信以后在我们中间可能就会不单只跑出商人，我们这边会有政治家，部长好，部长，部长，祝福他们都不要我的孩子以后都做部长，因为上帝就是这样的，他们不配得要，不想要，全部我都冚唪唥收放在里，是放进入我的后裔里面，我的后裔以后都有政治的部长，姓罗的，他们的祖先叫罗伯寿，奉耶稣的名成就，阿们。以后你们的孩子都要听我的孩子的话，因为什么？我用信心求，反正都 free 的嘛， free 的你都不要，你说存到谁呢？ OK， 所以下次讲要的时候的，你都快快怎么样，知道吗？天上来的，如果是怎么样？今天天上，他说从天上来，天上来的你应该怎么样，你知道吗？天上来，羽毛球好，如果是天上钱掉下来，你要怎么样？天上有钱掉下来，你应该要怎么样的？啊？天上有钱掉下来，你会怎么样？现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姐姐，马来西亚的姐姐，啊 ，Mr. R， 啊 ，Mrs. R，OK，、okay? 她的所有的包包现在都带到我们这个会堂来。现在对不对？200多个包包现在都从天上掉下来，你要怎么样？女人拿而已吗？男人也应该要拿吧，拿回去给太太都好嘛，随便一个都超过30000，你的嘛，对不对？天上掉下来的，如果钱掉下来，金掉下来，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好，我们的手拿出来，那我们手这样伸出来，如果天上有东西掉下来的话，那钱掉下来你应该怎么样的啊？这样啊，bag子掉下来也会掉下去哦，对不对？你应该怎么样呢？有衣服全部拿起来装嘛，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你要看哦，一张钞票掉下来他也要抢，他也要抢哦，所以你要怎么样？马上去抓的时候就要把它，对不对？是不是有很多方法？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天上的你就要掉下来的，你就要怎么样？抓紧它，是不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做住的话，我可以应该我站高一点，做多一点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是不是？好，现在天上要赐下来，让你长大成熟，让你不管在哪一个行业，在哪一个领域，在哪一个人生的阶段，你都能够成熟有收获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现在预备好赐给你们。哎，我说没有，我没有这边，那边不了。 OK OK OK， 好好，你们就应该怎么样？抓住他，对不对？抓住他，然后赶快塞进裤带去，放进 bag 里面去，对不对？然后马上怎么样？旁边的人的那个 iPhone 抢过来啊，对不对？是不是呢？天上掉下来给你们了。好，所以 FGACYC 我们讲白了，阿们。记得
你在地上，天上掌管地上，地上的运转是按着天上的吩咐来成就。今天你要在地上，你要有治理的能力，你要有统管的能力，你要生养众多，记得一定要有天上的给你的意象，天上给你的能力，你要去找，你要去求，你要去得，你要去抓，你要求。今天都来到上帝面前求，没有清楚的目标啊，在行业行业里面要做就做咯，啊，我就是要赚两餐来过活不了吗？好，上帝就成就你，永远都做两餐来过活。你应该要有天上给你的那个意象，你看他很清楚的，有使徒有先知，你要到底要做什么？你在那个行业里，使徒有他的功能，先知有他的功能，教师都有他的功能。你要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要做到怎么样？做人气做到最大的，大到怎么样？每个人都没有货，都要跟你拿货啊！讲清楚一点，大的 project 都一定邀请你去下标，不给你做的都是笨蛋啊！你要讲清楚哦。今天上帝会这样祝福我们，阿们。这边说要怎么样长大呢？要怎么样果子能够成熟，我们有收获呢？一，这边也刚才经文我们介绍说，在各方面要追求长进。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有布道的。你看在教会的建造里面，你的小组里面都要有这些的功能发挥出来。他可以一个人发挥三样功能，你知道吗？也总之这些功能就要释放出来。有人会懂得去建造，使徒就是建造先看的，他会去凝聚人，他说要做这个事情，他会去找资源推动人做，会去设立团队，团队的人不会他会教他，他会花时间一对一，他会一对二，他会用他的智慧怎么样去找资源让他们做到。这个就是使徒的功能。先知呢，很多时候呢在里面呢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神啊，这个礼拜你要释放什么话语给他们，上帝啊，说个礼拜我做的祷告，我做的服事，我的敬拜要用什么歌来喂养你的儿女，要怎么样来让他们经历到你。不是你要唱的歌，是上帝要带，要他要带的歌，圣灵要用什么歌曲来引导他的儿女。你常常就要在小组里面释放这样的先知性的启示。我们现在在做 Mission 111，我们在 build up 整个 preachers 的这个 Mission Station。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现在人不来教会没关系，我把教会搬出去，整个 building 的 structure 还在这里，但是无形的 church， 上帝的各样的功能、各样的恩赐，你不要把它只局限在教会的聚会里面。把今天我所讲的话一部分把它拿出去释放给他，你盼不盼望长大？你盼不盼望有收获？啊，你一定要有天上所赐给你的意象，天上所赐给你的能力。我为你祷告，你就会得着。就这样。今天你领受什么？哦，你知道吗？你在地上要有成就啊，一定要找水管地上的。你要买这些家，你看到那边的排屋全部啊，那双层排屋出来很美。你要怎么样拥有一间？找谁？啊？找钥匙的人怎么样？撬门就可以进去住了，是这样吗？是这样的。你是不是找发展商？谁发展的？你找他嘛，对不对？世界是谁？是谁安排的？是谁创造的？谁安排运转的？上帝，你知道吗？你知道是谁运转这世界的吗？你的老爸，你老爸，你知道吗？你老爸在运转世界的。好像不相信这些人岂有此理，
不是你的公公跟爷爷，你知道吗？上帝就是你的老爸，你知道吗？因为上帝都怎么样，他称呼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怎么样，接待他名的人他都称他们为什么儿女哦。有说孙子吗？没有，你知道吗？上帝没有孙子的，你知道吗？都说儿女，儿女都是第一线成就承受产业的人，你知道吗？岂有此理，你老爸这么有钱你都不会找他，逮你孔啊。知不知道现在你老爸有钱，找他啦，你现在就找他，帮我们 FGA 盖一个万人的 stadium。 万人 stadium 的意象现在从天上掉下来，我看有多少个人要做，预备好，一二三，很聪明啊，因为你要盖万人教会，万人的 stadium 是吗？为什么盖一个万人的 stadium？ 应该我看建筑费那个地费应该我看要算亿哦，对咯，你看你不成为亿万富翁都做不到，你了吗？都没有办法，你了吗？唉，谁叫你要为教会盖 stadium？ 好了好了，给你做亿万富翁了。因为什么？你帮助上帝来治理他的儿女，是不是？你帮上帝来看顾他的家，他的孩子，看顾这个世界，所以你绝对不是尾，你是做手，你不是下，你是上，你必须要明白这个真理。我们要在各方面都追求长进，你不能够只有一方面，好像使徒、先知、教师、布道的各个方面你都要长进。你的学历要增加，你的知识要增加，你的人际关系要增加，你的领导力要增加，你们带领赞美敬拜的那个事情的讲话的一对一的探访的各样的那些行政细节都要做好，各方面都要长进，不要只顾着外面的漂亮跟英俊跟美丽，也要顾着内心里面的那个态度的那个吸引力，对不对？不要只顾你自己老公成长就好了，也要顾你老婆，因为他不煮饭给你吃你都没有得吃。你在各方面要长进，你跟你太太的关系要长进，跟你的老公的关系要长进，跟他的家人的关系要长进，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要长进。你在工作上面你不要得过且过，你应该要在工作上面你要怎么样，不是你的工作岗位的部分要长进，整个部门要做什么，整间公司要做什么的，就在那个地方长进。你要 promote 啊，如果你常常只是在你的岗位上面把事情做成，永远都做你一世人，做死一世人，你知道吗？你在不管在部门里面任何岗位，帮助你在上面的那个团队那个老板他想什么，你要做老板啊，先想老板想的是什么，先想老板要的什么，你在想着工人要的什么，就做一世工人哦。因为你头脑心思里面全部是工人，你想一想你老板要想什么，他要什么，他看重什么，你现在就成为那个什么。阿们。在各方面都要长进，不管在不是单单在世界里面，在教会里面有 MSJ，你不要只要满足，你不是绝对不能够只单单满足来礼拜六的聚会就好了，礼拜天人的聚会我也不管，有开什么课程不关我的事情。 No， 你今天允许这个不长进的态度生根发芽在你的里面，它会传给你的孩子。求神帮助我们，你要在各方面长进。现在你思考在哪一方面，在哪一个向度
你现在软弱，你已经停止长进了，今天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阿们。求神帮助我们，敬拜团上来。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像小孩摇摆不定，我们要有清楚，你要知道今天你要寻求天上给你的意象，你在想我应该在各行各业你要做什么的。好，拿定了主意之后呢，你要怎么样，在你要成就这样，你需要怎么样长进，你需要什么团队，你需要什么样的功能，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源，需要什么样的这些的具备他的专业，你就要去学。你自己做不完找人做，跟你一起团队做。马云也是因为这样成功的。过后呢，你就不要摇摆不定啊，要不要啊，等下怎么样，好像你要小孩子要东西呢，他对很多事情呢摇摆不定，飘来飘去的，人家引诱他一下子讲一讲他就去那边啊，叫那小组里面呢带一带呢，哎呦没有成果啊，就啊等下啊又摇摆不定，哎呀做这个事情好像做不好，看见没有收啊，又摇摆不定，哎呦又要这个女生，这个女生也不错嘞，那个也很好，到底要哪一个？你选三个的时候，你是别人女生选的78个男人中的一个。我们不要摇摆不定，认定那一个肥的也是肥的很好看，就算他没有吸引的外表，但是你看他有很好的身材，也没有外表也没有身材，但是他有很美丽的内在，帮你赚大钱的这个。嫁给他，他会，你会幸福一生的。外表很好看嫁给他未必幸福你的嘛。上帝在跟你说话，不要摇摆不定。而且呢他说在爱中要诚实生活，意思说诚实跟爱心，不要摇摆不定，你要真诚，对一个就是一个，你要拿定一个意向是这个就是这个，你要专注做一个，坚持做它。而且为什么用爱来讲呢？你要做一个有成功有影响力的商人，也就要爱做商人。你手中的工作你要爱，好像我这样爱做牧师，爱讲道就很会讲道，爱唱歌就很会唱歌，对不对？对不对？爱弹琴，对不对？就有恩膏，很多东西都要爱，你没有爱他怎么嫁给你？爱很重要，在每一个行业上面，那个爱就是一个态度，你要忠心坚持做好它，而且不要想着，高价个搞了咯，玩到两餐 OK 了，没有，想大一点。为什么要为神盖 stadium？ 本来属世的变成属灵，一定要跟天上有关系。你现在手中所做的工作，刚才我在告诉你，你在跟天上有关系。哦，上帝啊，今天回到来你的公司里面，今天你要做什么？你突然间做的工作，在帮上帝打理全地了，打理治理这个地。你去做建筑业的。你就说哈，上帝啊，今天我来这边这个建筑的时候，建造的时候要建造一个安全的，让你的孩子这边可以住，有一天他可以听到福音信你。你就要这样思考，任何的东西你今天在世界上任何所做的，任何的关系，任何的层面，任何每一个人生的每一个 station 都已经跟天上有关系，你就让它变回跟天上有关系。今天神打开我们的眼睛，你要诚实，这样有爱心，跟天上有关系，不要摇摆不定，不要还幼稚像小孩，不要一直想到怎么样一步登天。他说长大是怎么样长大的，
渐渐长大，你知道吗？很多人想一步登天呢，马云也没有一步登天，你只是看到现在他的天，他也是从地上爬上天来的，你知道吗？阿邦、嘎嘎，是渐渐的。不要以为想着哦，讲一句话我爱你，哇，他都得塞桶。要付出的渐渐的，慢慢的，你知道吗？今天上帝一出生的时候，你看人一出生的时候，没有给你20多年前的你，30多年前的你，40多年前，50多年前的你，你一出生的时候没有给你现在这么大个头，是不是？很多人就想哦，一出生那天就要把好像你现在这么大个头，这么大个身体。但是你想一想啊，头很大，身体很大， baby 的脚可以撑得起吗？撑得起吗？大人的头，大人的身体，大人的脚， baby 的手，所以是不是在各方面都要长进？你不要以为不重要，你知道吗？各个方面，你知道每一个腿、每一个手、每一个部分都要长大，才能够支撑现在你体格的重量。你做每一行、每一业，你在婚姻、在家庭、在关各个方面都要长进，而且认定他诚实，你要忠心爱他，都必须要让他跟天上有关系。不要一直想着说看，祷告一下，天上裂开，天裂开，一道光芒照射下来 ，super power。你有 super power， 你没有 super attitude， 你支撑不了这个 power， 它会变成毁灭、偷窃、杀害的力量。上帝不会这样做。很多事情不要想着一步登天，他长大是要渐渐的。你用了多少年长大？30多天啊，30几个月啊。你现在肯定比你10年前更聪明，对不对？你体格10年前已经成型了，但是里面，你的里面现在比你以前10年前更成熟，很多方面都要渐渐长大，体格到了一个时间定型了，内在还没有，各个方面不是只有外在，内在也很重要。阿们，一起站立起来。主开启我眼睛，使我能看见你，我听见你声音，叫我为你而活。主开启我眼睛，主耶稣。
我生命，放下自己来完成你旨意，我必跟随你，主耶稣，我愿意为你去到世界和你。来向主的面前向他祷告，向他来祷告，向天上的神来祈求，向他祈求。行业里面在什么阶段，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在婚姻上面，在服事上面，神今天晚上我相信打开许多人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天上他所要给我们看见。特别在我们中间，你在你的行业上面，你已经迷失你自己，很多时候你一投入在工作，投入在生意，你感觉到好像我刚才说，如果这样东西你做的时候，你投入的时候，他会让你远离神，他会让你不再爱神，你不再想亲近他。这样的话，我告诉你要怎么 balance， 知道吗？你现在一定要以神为先，所有的事情先在神先。来祷告，先求他，你会看见你不足你做不到的突然变成轻省，突然间变成容易，很容易达成，很容易 balance， 而且你会很轻松，会长大成熟，有果子，有收获。阿们。不管你在哪里，神今天在向你说话的话，你说：上帝，我要寻，我要找，我要得到，天上给我看见，现在你在你的行业，你应该是一个怎么样？在教会里面，你应该是个使徒、先知、布道的、牧养的、教导的，还是我要有牧养跟教导，还是我又要有牧养、教导跟先知，还是我要有使徒、教师啊、这个五样我都要有。使徒、先知、布道、牧养、教导，全部都要有，而且呢，还要加上这个领导，还要加上这个，还要加上这个，在神的里面，在属灵的里面，在天上的事情，不要觉得你会太贪心，我不会觉得你太贪心，我最怕你不贪心，我最怕你不想要多，我最怕你不想追求世界。你还是要做，但是是因为天上而做。你做在世界，你得，你寻，你累积，是为了完成天上给你的意向。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已经放弃了，很多时候没有摆来摆去，摇来摇去，摇摆不定，很容易放弃，很容易失去的那个诚实跟爱心，已经。不诚实对自己，自己明明在爱心上面对这个事情做得不好，你不够专业，就找一个借口啊，说这个不好，又去换工，又去换生意。求神帮助我们，很多时候不要一步登天，神也透过这个信息，很多时候需要有时间。欲速则不达，你要求神帮助你，
要先身心长肉，让你的骨骼强壮，让你的内在强壮，你才能够承担更大的外在。你没有管理能力，金钱你都不会管理，用钱你都不会，给你越多钱你越贪心，你觉得那个神的旨意吗？你不知道你自己，但神知道你。神可以把你这个人放在他的 computer system 里面，先让你有钱，看你这个人现在的个性会变成怎么样。哦，更吝啬，有钱的时候更乱花，会远离神的。 No， 打叉，他不会治理好自己以后有钱的那个生命跟态度。很多东西要一样一样来的，不要以为有技巧有机会就可以，你往里面也要建造。上帝在向我们说话，今天就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在唱这首歌，你回应他。阿们。在我们中间还没有相信耶稣的，神爱你，他可以帮助你。你今天认识他，如果他可以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哇，他成为你的爸爸，你觉得是谁的荣幸？是上帝的荣幸啊！你成为基督徒是你的荣幸，你知道吗？阿们。天上来给我们的，你要怎么样？看准了，抓住他，拥抱他。爸妈，我带他们来到前面这个地方，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阿们。把最大的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出来，来向神求。我生命放下自己来完成你旨意，我必跟随你，主耶稣，我愿意为你去到世界，一生跟随你，一生跟随你，主耶稣，求赐我力量，放下世界来顺服你旨意，永不离开你，我的主，永远不回头，去到世界。开口祷告，一起开口来祷告，要抓住天上给你的意象，你要寻找，你要把握，你要相信，你要专诚的、忠诚的去爱他，不要摇摆不定，不要飘来飘去，在各方面让他成长。这个是长大成熟有收获的过程，不要怕慢，不要怕慢，不管在外在里内在的都要长进，在世界，在属灵的，在地上的，天上的都要长进。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把手这样，双手这样放在我们的心上。今天要相信耶稣的也一样，跟着我们，跟着我这样，把手放在心上，跟着我这样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话语，让我认识你，让我认识你，属于你，属于你，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是何等的荣幸，是何等的荣幸，何等的蒙福，何等的蒙福，我得着天上给我的幸福，我得着天上给我的幸福，让我在地上蒙福，让我在地上蒙福，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求你赦免我过去一切的罪恶，求你赦免我过去一切的罪恶，
赦免我的过犯，赦免我的过犯，让我有新的开始，让我有新的开始，我要重新追求，我要重新追求，我要重新建造，我要重新建造，在各个方面长进，在各个方面长进。我知道很多事情需要渐渐成长，我知道很多事情需要渐渐成长。求你给我忍耐的心，求你给我忍耐的心，帮助我，帮助我，能够在各行各业，能够在各行各业做头不做尾，做头不做尾，居上不居下，居上不居下。谢谢你，谢谢你，让我成为基督徒，让我成为基督徒，我成为你的儿女，我成为你的儿女，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话语，这是我极大的福分，这是我极大的福分，帮助我，帮助我，让我在各方面都长大成熟，让我在各方面都长大成熟，有收获，有收获，荣耀你的名，荣耀你的名，垂听我的祷告，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奉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阿门。要拍掌就大声拍掌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今天晚上你有学习，你有收获的，你有从天上领受的，把更大的欢呼声归于我们的神。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听好，我相信下个礼拜比这个礼拜会更好。阿门。下个礼拜你就比这个礼拜更健壮，你就长大更多。阿们，阿们。坐下之前跟你前路主任说，用刚才的一个内容来祝福他。哦，你要渐渐长大啊，你要这个啊，你要忍耐，你要啊专注去爱，你要有天上的意象。阿们。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家事。